祖母，我每日精心做好的这些草终于开花了。嗯。哎，君儿，别乱动，这是你祖母最心爱的宝贝。没关系的，你喜欢哪朵，祖母折下来给你。我不要，让它长着吧。娘。爹。你这九连环怎么还没解开？我小时候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。早就解开了，我在想别的解法。你呀，别光想着玩，书背了吗？背好了，背好了。真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娘马上回来，你爱罚不打紧，别牵连我。你爱娘吗？可不要怪我头上。我一读书就脑袋疼，屁股疼，还不是随着你这个糟老头子？我还没怪你呢，你倒算怪起我来了。小兔崽子还会顶嘴，跟谁学的？跟我。哎呦，你说他是跟谁学的？行，等着吧，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儿，自然有志。娘，夫人。回家了，你快放我下来，孩子看着呢。没事没事，我不看，快放我下来。好小子，放我下来。爸，九思，下一胎我一定要生一个女儿，让她好好管管别人家的儿子，名字我都想好了。就叫景儿。行，男孩女孩我都行了。下一个孩子就让他姓刘，再下一个就姓苏，再下一个就姓江，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。你呀、啊、净胡说八道。走。你这次回来，你别总顾着生意，也多陪陪我，好吧？好。我给你买上啊。来。哎。哎，玉儿，玉儿，你这怀有身孕，得上面打儿子。这壶交给我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，大舅哥，我敬你一个。哎，你看，你这学识渊博，不能总在朝堂上，是吧？你得给我儿子取个名字，随便说俩字，那肯定也比我取得强。如此重要之事，怎能随便取呢？我外甥的名字，那不得好好斟酌斟酌呀？我看这外甥的名字啊，也没那么重要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领个嫂子回来，那才是大事儿。现在可就你一个人孤家寡人了。我整日忙于政事，哪有功夫想嫂子呀？还是先批折子吧。况且你哥哥的身体还算硬朗，此事啊不着急。今年也说不着急，明年还说不着急，我就怕呀，万一你这一蹉跎，可就真孤独终老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就是啊，大舅哥，这可没人给你养老啊！啊，哎，玉儿，要不这样，咱投胎孩子呢就姓叶，算作叶家子嗣，等他孩子长大以后啊，给大舅哥摔一盆送终。什么？送终？史明，你这是在咒我呀？你可别忘了，你是倒插门，我随时可以把你逐出家门的。把他逐出家门也行。哥哥，在这之前，先给我领个嫂子回来。就是，嫂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算看出来了，
今日是鸿门宴呀、啊！这哪是？来来来，大秋哥，大舅哥，受累了。